好，我们来唱一首写给90后的歌吧。啊，送给所有的90后和跟90后在一起的人。对啊，所以就是跟90后站在一块儿，也送给你们。我们先唱歌，然后我们再聊两句，好吧？好，好难喝。然后我再唱。你看这么多，任务也很重。学校里，我是个顽皮的孩子，成绩不算理想，但心中有理想。不愿向困难低头，面对生活的要求，好的坏的，拥有的错过的，不过是一场沉默。喜欢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做一个梦，一场游戏，看着窗外飘落的雨，慢慢的话变得越来越少，每一个字都要去寻找，不再喜欢那些低级趣味吹捧的趣味。我想要一艘远行的船，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岸，那里有各自理想和希望，告别在孤独的城市里摇晃，在深邃的黑夜里流浪，那些过往就让我遗忘。不愿向困难低头，面对生活的要求，好的坏的，拥有的错过的，不过是一场沉默。喜欢一个人闷在房间里做一个梦，一场游戏，看着窗外飘落的慢慢的话变得越来越少，每一个字都要去寻找，不再喜欢那些低级虚伪吹捧的聚会。我想要一艘远行的船，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岸，那里有各自理想和希望，告别在孤独的城市里摇晃，在深邃的黑夜里流浪，那些过往就让我遗忘。我想有一艘远行的船，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岸，那里有各自理想和希望，告别在孤独的城市十里摇晃，在深邃的黑夜里流浪，那些过往就让我遗忘，那些过往就让我遗忘，那些过往就让我遗忘。
所以我们来做个采访嘛。然后去年有来过长沙站的举手，我看一下。天哪，我跳反应那么快吗？就一个吗？对，一会儿。一会儿也没有什么事，就是说今天这个票房还有上升的空间啊。然后90后剧组我看一下，嚯，00后剧组我看一下，我告诉你，你们是最牛逼的人，我。00后才多少岁？19、18，对吧？最大19岁。我十九岁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在干嘛呢。我的遗憾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学生期间去看过任何一场 live house， 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的遗憾。我觉得你们比我牛逼，因为看小众音乐演出，可能你向别人推荐，别人并不太认可这样的东西，他听的可能是抖音，可能听。很流行的东西，你向同事去推荐，同事可能看都不会看你，但是你可以 OK 了，就是我自己喜欢就可以了。你们拥有独立思想就是第一位的，然后你们可以来到这个现场，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可以为自己的独立思想付诸于行动，那肯定是最牛逼的人，肯定是最牛逼的。牛逼，哇，